要先进行一个命运的轮盘的游戏啦，就是请我们今天的比基尼辣妹呢来射我们的飞镖，然后这边呢我们全部男大生的名字，然后外加因为名额真的不够，所以我跟阿 Ken 就很委屈的冰姐写在里面，然后等下射中的话呢，这位被射中的人就要出来接受考验，考验通过了之后呢，就可以有亲密的互动，好不好？但游戏规则是这样，如果有人重复被射中，他还是可以重复玩。真的吗？真的假的？该不会有人连装吧？说了算哦。当然，来来，但是要转快一点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汉家，要准备给你了，小心哦，小心哦。好，射到别人，射到我也算就是我哦。这是一个很强烈的提示吗？来讲，请射，是谁呢？答案就是那。什么呢？考验是沙滩海水破西瓜。等一下，破西瓜，你刚才好讲哎，沙滩海水破西瓜，主持人小处昏鸦，对，破昏鸦。好，就是纳豆，你的眼睛要蒙起来，然后呢？要转圈，转圈之后，然后开讲会指示你要怎么去破那个西瓜。原地转十圈之后。然后我们有60秒的时间，这个辣妹呢还讲会指挥你是不是能够破西瓜，好不好？ OK， 好，预备备，请开始。一，哦，很快，他拼嘞。三，加油！四，往前，往前，30秒喽！喂，往前走，大哥！大哥，大哥，不是，大哥往前走，还剩20秒了，大哥，先立正，拾荒老人，往你的右边，拾荒老人，好，停，直走。灯那边大概磨蹭了大概有45秒之久，然后我觉得我下面是不是越来越热？我想说，我是不是在兴奋？你这一觉得要烧起来，对不对？我是真的，你以为是啊？整个男性激素整个这样从底下燃烧起来，是你的是戏哇！天哪！不好意思，纳豆哥，虽然飞镖是上你名字，但是你玩完了，没有了，没有。没有了，没有亲密互动了。至少西瓜可以留着给他吃了。好，不好意思，海奖，不好意思啊，哈。海奖，哎，海奖，哎呦，海奖失望，你很失望，对呀。我等下补给他好了。不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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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需要。你休息一下。那你要不要先再转十圈？不要，真的超晕的。他现在满头大汗呢，你还好吗？会不会要吐？那你们现在，你们先还有休息一下，继续睡。你休息一下，你休息一下。来 ，Yaki， 来，好，厉害啦，易贝贝，好，哎，开始，可以，不要闹了，我觉得他是故意瞄准你的，好，我们呢，因为道具刚刚没有破，所以我们再玩一次破西瓜，我看你多厉害。现在呢，我说开始之后呢，就原地转十圈了，好不好？来，请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指挥他，你指挥他，你指挥他，你指挥他。40秒，你可能要翻身，快到了，西瓜在屁股后面，听压
完了完了，他前面这个你还喝酒，我大概没有办法，就是制造出什么效果来？不用制造，不用制造，超晕的。现在心情到底是什么？完成这样就你知道，时间过了，达成任务。你看我那根为什么断了？对啊，你把打断嘞。哇塞，没有，太难了，而且撞完以后，真的，我跟大家讲，你一点性欲都没有了。就完全整个冷却，真的哦，不好意思啊。那如果待会辣妹再度射中两位，两位还是要再关注。